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叫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本节目内容仅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伟联律师事务所征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by 626-782-7738。收睇知法辦法呢個法律性嘅節目，我哋嘅節目主持人 Joe。 咁今日咧，我哋咧仍然有法學博士 William 為我哋講解法律，用深入淺出嘅方法剖析我哋喺美國社會嘅生存嘅時候，我哋嘅法律嘅權利。咁咧今日咧，我哋仍然有好多工商嘅問題啦，咁亦都有啲現場觀眾喺後邊啦。如果佢哋想打招呼，即管講啦。咁咧就William， 咁我哋繼續就講下工商嘅嘢咯喎。咁最近咧，我聽到咧有一位認識嘅朋友咧，咁佢喺即係一間超級市場裏邊咧，就做咗一段時間嘅工作，咗一段時間嘅。咁佢就經常就喺呢度痛嗰度痛，即係好似有。他又覺得不知道是否長期病啊那些啦，咁佢話冇，咁有一次咧佢就跣低，咁喺工作嘅時間就跣低咗之後咧，佢就同老闆講啦，老闆就叫佢翻屋企休息，跟住就好似乜嘢都即係冇咗下文咁。想請問喺一個咁嘅情況下，佢嘅權利喺法律上嘅權利，同埋佢可以點樣做咧？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咁樣咧，關於你呢位朋友嘅，或者你呢位聽翻嚟講嘅呢位朋友嘅個案咧，係實質上佢可能有兩個案件喺度嘅。咁就視乎佢做咗幾長嘅一段時間，譬如話做咗幾，只要喺六個月以上，都可以做一個叫做cumulative trauma 嘅工傷案件。咩叫 cumulative trauma？ 佢中文意思就是長期性連續性創傷。OK。即是什麼意思呢？你在幾個月或者幾年或者十幾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好，在這段時間在工作時間重重複複做某種的動作，而重複做這種某種的動作引起的勞損或者受傷，這個是叫做 cumulative trauma， 這個是工傷賠償的選項之一。第二樣就是你剛剛同先說的說他跣低了，跣低了這個叫突發事件， okay， 叫單一事件創傷，英文叫 specific injury，這樣又是另外一個個案，所以變成現在有兩個案件可以去告，我可以同一時間告，我可以告了一個先再告第二個，第二個都可以沒問題，所以這個絕對可以告的。剛才你說到他是在工作的時間跣低而受傷，而報備了給他的老闆或者他的主管知道 ，OK。而個主管咧，根據加州嘅工商法咧，係應該要問呢位員工：你需唔需要睇醫生？如果呢位員工話需要，我好唔掂，係咪？有兩個做法，一係佢叫白車，一係佢即刻帶佢去佢哋工商保險所屬嘅 urgent center，OK 急救室。跟住咧由公司派的人帶他去，不應該叫他回家，這個是絕對不對的做法，這個違法，而且這個是很普遍華人的僱主而犯的錯誤。是 OK， 是因為你做了這個動作之後呢，我告你，如果我是代表你的員工呢，我就很高興了。OK， 那呢就但是好像這些事，譬如他已經回家，他當時又沒有
即係個主管又冇同佢講一個好似頭先所講嘅應該嘅處理手法，亦都冇報警冇白車冇成，咁佢翻到屋企，咁佢想睇醫生，佢想後來報工傷啦，好似咁樣事後啦，會唔會比較即係一般人覺得，哎呀，我事後先報會唔會蝕底啲咧，定點咧？但係即係個追訴期又幾耐咧？同埋即係佢之後應該馬上點樣處理咧？如果佢當時不幸地真係佢老闆冇同佢講話。工商法呢，你問了一個非常之好的問題。你問你剛才講的嘢呢，法律上 是說長期性連續性創傷是五年的追訴期，單一事件創傷應該是一年的追訴期。但我這件事是講應該，為什麼我這樣講？因為你作為一個傷者，你不是不懂工商法的。Okay, 如果你不懂工商法，而美國工商法，你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或者你可能你做的事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工商，而它實質上是工商。當你不知道有工商法這件事，而因為在不是這個時候，時候就叫做 statute limitation 變高、okay, 或者 你線低了，你兩年後才告行不行？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絕對可以、啊，勞工法 LC5412 講得很清楚，就是說你在你受傷的時候不知道這件事，而一直接受治療都不知道這件事有工傷這件事，而沒有辦法去告，而後來你才知道有這件事去告，是絕對可以成立的。即是一定要接受治療，接受緊治療，你接受不接受治療都可以，都可以，因為你不知道這件事。那怎樣證明到自己是不，或者怎樣證明到給個僱主看你是不知道的？這件事就是 很什麼的，你的僱主有沒有 employment handbook， 有沒有員工協議，有沒有貼告示，有沒有做 training， 是不是？如果什麼都沒有做到的，亦都沒有證人可以證明到這個僱主是時不時，因為 periodically 你要通知你的員工有什麼法例更新，有什麼是需要他們的員工的權利他們知道，好像貼一張 poster， 你貼的位置都很重要，你貼到個個都看到，是不是？你貼在雪櫃後面個個都看不到的，那沒用的。即是那條界線就是個僱主要有機會告訴你知，你知道，而且他主動性的有跟你說、okay、即就這樣貼可能都未必生效，最好就是他有僱主真的有 training 過，即是有 brief 過你入職的時候，是的，給他的那些才算，是的，如果不是都不是我可以去抗辯的機會是很高的。Okay, okay, 那當然都要看你有什麼證據啦，是不是你看的醫生是不是說喂你這個傷是勞損出來的，很明顯的，是不是？譬如說你條膊頭有個叫做 partial tear 或者 full thickness tear， 這些是 trauma， 即是創傷型的受傷來的、是不是？那你平時做的有時要搬貨、是不是？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合理的理由，說你是一個好好的工商、工商的權、受益者、okay? 但是如果你拍出來什麼都沒有，你還健康過我、啊、你又說你很痛，但是神經測試、核磁共振、 X 光、醫生全部拍出來你什麼事都沒有，那這個案件就不值錢了，你告了都沒用。因為在工商的程序裡面有一個主治醫生，他是一個工商醫生，他會平時檢查你，幫你接受治療，中間還有一個叫做中立醫生，或者一個叫做中立性的共同醫生，這個是法庭抽籤出來的、okay? 我們不知道他是誰來的，抽籤出來跟著再他會抽籤三個人出來，三個醫生一個名單，我們可以篩選一個、對方可以說我不要這個，剩下一個叫中立醫生、okay?那個醫生會看回你的工商主治醫生的醫療報告，你診斷方式，他會再面對面地去檢查你，他面對面檢查你，如果覺得你有問題，或者他懷疑你有問題，或者認為你更嚴重，他可以再 order 新的測試，神經測試 X 光，新的 X 光 MRI， 或者他覺得你的腦有問題，你需要看一個精神科的醫生、okay.跟住翻嚟，佢再 reevaluate， 可能六個月後再 reevaluate 嚟，你到底有幾嚴重，或者醫好未？嗯哼。所以好多呢啲嘢喺入邊係需要一個程序性咁做。咁工傷係好程序性嘅。咁但係嗰段時間，OK，佢睇醫生，
邊個俾張表咧？好現實嘅問題，佢所損失嘅人工 lost wage 又點樣處理咧 ？OK， 即係好簡單一句説話，我可以攞到幾多錢，或者我做緊呢個案件嗰陣時，我嘅收入點算 ？OK， 係嗱，如果你 file 呢個工傷案件，而工傷保險，工傷保險係僱主購買嘅。不是你的健康保險，很多人以為健康保險是工傷保險，兩樣不同的東西。僱主幫你買的工傷保險承認你這個案件，工傷保險會每兩個星期給你一張支票，那張支票的價值是你稅前收入的 65%。 譬如說你每個月3000元人工、okay? 工傷保險承認你這個案件，它會每個月當每個月計1900多元俾你，咁佢會分成兩部分，每兩個禮拜俾一次，因為佢驚你餓死。呢樣嘢咧，佢會俾幾耐咧？俾到你嘅主治醫生或者呢個中立醫生認為你好翻啦，或者你點醫都醫唔好啦，佢就會暫停呢樣嘢。或者你好嚴重性嘅，佢俾夠一年，個限期係一年，佢唔會俾超過一年。OK， 咁譬如話你呢一年中間第九個月，佢認為你好翻啦。但你仲痛到死，主治醫生都認為你痛到死，但保險認為或者佢哋自己嘅評估方式話你唔應該再睇醫生啦。你嘅主治醫生可以幫你申請 EDD 嘅傷殘金 ，EDD disability， 但必須要喺一年之內申請，由你受傷最後嗰日嘅一年。OK， 咁呢個 EDD disability 咧，又係俾你税前收入。嘅65%，明白。佢俾呢筆錢應該係同保險呢筆錢差唔多嘅。OK，EDD咧係咪都係俾你一年？亦都係每兩個星期一張支票，佢會 load 啲錢入去個 ATM 卡度，咁樣俾你嘅。OK， 呢個係工傷保險承認案件為主，但如果工傷保險唔承認咧，90%嘅案件佢都唔承認，除非你有 camera 影到話你真係。真的善低，或者很多人證，或者自己老闆說是他善低了，但這種情況不多。明白。OK， 假設他拒絕，他會在90日內，你file這個案件90日內，他必須要拒絕你。OK， 如果他沒有給一封信說我拒絕你，他就已經間接承認了你。假設他沒有拒絕你， OK， 那你唯一的做法就是申請 EDD disability， 因為他保險不會給錢你。OK，咁呢啲係醫生幫你做嘅，你嘅主治醫生幫你做。OK， 呢度係可以維持你做呢個案件會有部分性嘅收入，因為你65%係唔需要交税嘅。嗯哼，呢個唔係免税嘅呢筆錢。呢筆錢係免税嘅。OK， 係唔使交税。OK， 失業金係要交税嘅。係。傷殘金係唔使交税嘅。係。所以呢樣嘢咧係有某種程度上嘅保障。Okay， 但是如果這個案件拖兩三年，你不知道這個案件可以打多久。好了，這一般你又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假設他拒絕了這個案件，好了，你拿 EDD 拿了一年，但你要開刀。 okay， 開刀誰埋單呢？誰埋單？先說誰埋單。工傷保險埋單，不用你埋單，你一個先的醫療費你都不用給，你輸了也好贏了也好都不用給。但是你這一年拿完 EDD，因為你開刀，你不是話即刻開嘛，你要睇咗一陣醫生，醫生話你有需要，跟住申請排期，跟住開刀噶嘛。咁你開刀唔係話開刀就好噶嘛？譬如你斷咗條筋，你駁翻條筋，你好翻都要6-7個月啦。但你好翻嗰段時間，佢未知你好唔好噶嘛，所以覺得你好翻曬，我先去結案噶嘛。仲要物理治療啊？係啊，咁你呢度已經拖咗假設兩年啦。咁你個 EDD disability 只係俾得你一年嘅時間嘅錢啫喎。咁你剩低嗰年咧，所以一個有能力嘅律師樓咧，就會自動主動性去幫你申請呢個中立醫生。頭先講咗法庭指派個中立醫生，個中立醫生睇到你開刀，跟住證據又充足嘅話，佢會俾一個傷殘率叫 permanent disability rating， 由1%-100%，一就好似你戴真隻手俾個 OK 幫你，100講句難聽嘅説話，差唔多殘廢。差不多殘廢，
去廁所都抹唔到 pat pat 嗰只種，係 ，OK， 即係可能要請個人去清台，你入廁所嗰只，係啦，都唔請台嘅，所以佢呢個係呢個呢個表格個 rating 咧係 standard 嘅，全加州都一樣，你幾多個 percent 就俾幾多錢 ，OK， 咁有呢個 PD rating 出嚟之後咧，保險就會跟住呢個 PD rating 嚟每個月俾你錢，呢個 PD rating 咧。每兩個星期最高可以攞到錢係580蚊，咁你580蚊乘二 ，OK， 即係1260蚊 ，OK。維持到幾耐？1160蚊 ，sorry， 1160蚊。呢個唔理你揾幾多錢嘅，唔理你揾幾多，呢個係睇你嫌你個傷殘率有幾多。哦 ，OK， 咁呢個咧亦都係俾一年，但係呢筆數咧係有少少借俾你嘅。嘅情況嘅，點解咧？你和解嗰陣時咧，會扣翻呢筆數。哦，要褪翻出嚟嘅。係。唔單止呢筆數，譬如話你個 case 拖咗兩年，拖三年，你已經攞咗一年嘅 EDD， 你又咗另外攞咗一年嘅 PD， 政府驚你餓死，佢仲有一個叫 PDA（Permanent Disability Assistance）， 係呢筆數580蚊每兩個禮拜嘅一半。即係佢請一個人嚟。不是請一個人嚟，佢俾俾咗錢你，俾咗錢你啫。嗰個俾六個月，亦都係借俾你嘅。佢有和解費，和解100,000蚊，就要喺度。你個 PD 同埋 PDA 總共攞咗20,000蚊好咯。假設我喺100,000蚊嘅和解費減咗100,000蚊嘅15%係律師費，即係減咗15,000蚊，剩低85,000蚊，仲要再減翻20,000蚊。還翻俾保險，預支嘅嗰筆，預支嘅嗰筆。假如所以你實質上攞嘅得60,000幾。哦。假如個和解費都唔夠俾咧，會唔會？和解費唔夠俾咧，律師費就冇埋，你嘅本身嘅賠償費都冇埋。嗯。所以幫你做、那個。但係使唔使自己嘔翻出嚟？唔需要自己嘔翻出嚟。嚇、哦！有問題有問題，咁如果好耐都未賠，咁我要做嘢，咁點算咧？譬如話，如果你需要做嘢嘅，因為你家人等住開飯。嗯、OK， 只要你係。EDD disability 呢筆攞完，實際上你其實可以做嘢嘅啦。OK， 你可以做 W-2-1099或者攞現金嘅都得。OK， 你可以做嘢，但係對方嘅律師一定會話：喂，咁你可以做嘢，即係話你好咗。係啦，咁唔會影響個 case 咩？會影響你個和解費可能會少啲，但係呢個係冇辦法避免嘅，你冇可能等家人餓死噶嘛。如果得你一個係。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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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就算你好痛，我都會同你講話，你唔適合你做。我唔會咁做得。你唔做得呢個案件，或者你去揾一間人哋願意幫你做嘅，因為我唔可以冇一個險係等你瞓街。嗯。OK， 我接唔到你個案件，你痛你點樣痛你都去做工。OK。即係都要睇好多環境，好多 circumstance。實際情況。實際情況。好多係啊，好多 facts。係啊。去決定。或者你有個你50幾歲，你55歲。未到62歲可以攞 pension， 就7年先可以攞 pension。但係細路19歲讀緊大學，老婆可能自己有傷殘做唔到嘢，係咪？咁邊個養啊？咁你仲要交租，你要租金，咁你個租金點俾啊？你台度啲食物邊個俾啊？咁你哋做咗呢個工傷案件，工傷案件中間俾你嘅呢段時間救濟嘅又唔夠。佢唔會俾定個俾咩 food stamp 啊嗰啲。你可以去申請嘅，但如果全部申請嗰啲都唔夠咧，或者你本身賺嘅錢係唔 qualify 你去攞 EBT 咧。哦，你之前係咪話你賺30,000幾蚊，但係你其他仲有咁多人乜嘢？係係咪？係。咁但係去到如果佢判咗工傷嘅時候，佢話你係有個 permanent disability rate， 即係有嗰個傷殘率。咁如果佢判咗你有個傷殘率係哦，佢真係有10%、20%、30%啊咁，譬如佢即係有啲地方佢做咗手術啊，醫治咗之後都可以令到佢有啲人趌下趌下，或者即係佢可能都想出去做嘢，但係佢或者有能力出去做翻嘢，但係佢真係有個傷殘率出咗嚟嘅時候，佢一樣可以
除了拿了這筆工傷的賠償，那他傷殘金啊那些其實都可以繼續拿的，即是萬一如果有這樣的情形。 OK， 你說的是兩樣不同的東西。是你的 EDD Disability 即是給一年，假設我在你這一年中間我幫你和解了，譬如你這個案件應該做一年，是但是某種原因我六個月幫你和解了，你也很高興接受了，嗯，你還有六個月的傷殘金是可以拿。如果你身體好了的話，你應該去做事，不應該去拿這筆錢。如果你身體還未好的，你可以繼續拿這筆錢。怎樣拿法呢？去找一個做工傷的醫生，或者你平時做看的醫生，那個醫生如果證明到你是繼續傷殘的話，你每個月可以繼續去拿這筆傷殘金，但仍然是一年的，即怎樣都是一年，怎樣都是一年。 EDD Disability 只有一年，嗯，譬如說你交啲税多，你可能個攬度個 basket 度有四萬蚊可以攞，可能佢交啲税少，你得一萬蚊可以攞，全部都係除以十二個月，再除以兩個禮拜，所以嗰筆數都係一年咁樣俾你，幾多錢都係一年，即係計好曬㗎啦，計好曬，政府計好曬㗎啦，嚇，你可以同佢拗嘅，不過贏嘅機率唔係好高咯。係，咁你頭先仲傾到一位講到係和解費。和解費有兩種和解的方式，兩種主要和解的方式，其實有很多種和解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就叫 compromise and release C&R，即是說我給一筆錢你，領了一筆錢和解了算了，跟住你以後他很可能就是說絕大部分時間說你不可以再來我這間公司上班，他叫你自願性自動性離職，你不簽的話他就不跟你和解，大部分行人都會簽這樣的。Okay， 譬如說我五萬元給你和解，那我們律師費是 15%， 即是7500元，是不是我們這筆律師費是保險直接會交給我們的，他直接會寄一張支票給我們，你的部分42500元，保險是直接寄一張支票給你， okay， 所以你的部分是不用交税的，okay， 但是呢某些情況之下呢，個工商庭的法院呢會扣了你的錢。什麼情況下呢？你爭稅沒有錢，你爭 spousal 或者 child support，哦 okay，這類型的呢他會自動請求，因為他會問你有沒有這樣東西，如果他查到你是有爭錢而你沒答的話呢，個罰款是很厲害的，okay， 所以你一定要照實地答。那如果不是這個問題的話，那另外一種的話呢就是叫做 stipulation for future medical， 意思是說你想繼續在這間公司上班，或者那個對方的律師樓不肯跟你一筆數這樣和解，他 stipulate 就是說你剛才講到的 permanent disability 的 rating， 即是永久性傷殘率，你幾多個 percent 是幾多錢嘛，他就是根據那個錢來給你，那個錢都要減 15% 的律師費，剩下的你給，但是這筆數就不是一次過拿了，就分每個月這樣分100或者200或者300這樣給，給到他沒位置，但是跟一次過拿的和解方式有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個呢你可以繼續看醫生，而醫生他是你可以繼續上班，你可以繼續醫生錢他是包的，包的不在和解費裡面，免費看醫生，免費看醫生，是 OK, OK， 但是你這個免費看醫生要看多久呢？由保險和醫生決定，不是由你決定，但是你可以繼續上班，所以要繼續上班就一定要拿那個不是一次過的和解，沒錯，咁你要繼續翻工呢樣嘢咧，即係呢個bundle咗嘅呢樣，係bundle咗。哦，但係呢樣嘢咧話就係話bundle咗，但係你都要了解到你已經係屬於一個危險性嘅人物嚟嘅。咩叫做危險性嘅？即係要炒嘅時候就你先嘅啦。咁嘅意思。嗱呢樣嘢就好難講啦，要睇僱主啦。哦哦。但係你已經告過一次啦，因為你告嘅人係僱主嚟嘅。你告工商係告話係告工商，但係你告嗰個人係僱主嚟嘅。啊。即係僱主已經知道你告過佢一次嘅啦。即係佢可以揾你啲理由嚟到 lay off 你，令到你唔會告佢，或者即係話就係話可以咁講，會唔會咁樣做咧？我哋唔知道，唔知道。但係呢個 risk 咧，你就要佢自己 take。有咁嘅可能性。係啦，係啦，係啦。嗱，但係調翻轉，如果唔係唔想喺嗰度做，會唔會有個情況就係唔會一次過和解咧？有，如果對方唔肯同你一次過和解，俾你筆數太大。二十萬嘅、十萬嘅，唔諗同你一齊和解。但你又唔可以翻去做。唔係你唔話翻去做。唔係你自己唔翻去做。自己唔翻去做。自己翻去做。或者另外一啲情況咧，就係你一定可以翻去做。咩情況咧 ？Union
工會，工會或者你係 county， 因為 county 嘅employee 政府，佢唔炒得你。嗯。公務員。公務員唔係所有公務員。哦，唔係。City 嗰啲好多佢可以炒你。哦。LA county 嘅唔得。洛杉磯縣嘅。State 嘅好多都唔得。加州嘅都唔得。省縣。係啦，咁要睇啦。哦。OK。Federal 嘅咧，你唔告得。所謂咩叫 federal？ 郵差。聯邦政府嘅。FBI。呢啲你唔告得。他有他自己的 system， 我們不可以幫他告，我們只可以告加州的非聯邦性的員工。嗯，還有問題，如果十年之後才發覺真的不知道，原來當時我蝕底了，沒有花工商，十年後才來花工商，我真的不知道，真的真的不知道，即是秋後算帳，我只懂打麻雀東南西北的，其他什麼都不懂，那我就不知道。那我有沒有賠的，還是會沒有賠的？我們試過有得賠，但是賠的金額是很低，那單用我去搭鋪咯，我都問所以報工商可以，可以，但對方呢，對方的律師樓和僱主呢，有個叫 post termination defense， 即是他就會說你是我的員工的時候為什麼不來告，為什麼要炒了十年才開始來告。 OK，咁呢樣係好有技巧嘅嘢，有啲不利嘅，即係都可以賠嘅，不過賠少。呢個係睇依據咯，我諗。如果係我哋律師樓嚟講，我哋要睇個人嘅情況，到底我信唔信你呢位客人？嗯。同埋你呢個案件值唔值得去做？嗯哼。OK。係嘅，咁今集咧，我哋講呢個工商嘅 case 咧，就講得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咁啊，多謝曬各位 ，thank you， 拜拜。伟联律师事务所，侦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mary 626-782-7738。虽然最近楼市和利率都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 3-5%， 即是说买50万屋最少是1万元的头款，买80万屋最少也是4万元的头款就够了。所以头款不多不要紧，最重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 pre-approval， 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和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phen 萧文龙，626-712-9092 712-9092。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玉敏射马六月份部分威水战绩，咁呢场呢就一号胆啦，即係如果 WinPay 投注一拖2369，一拖2369，三四重彩就12369穿勻佢。所以咧，阿教主第六場嘅心水就攞10号赤馬紅鋒做膽啦，配腳就2号好運寶寶啊，3号黃寶，6号快利寶，7号好拍檔。咁所以咧，呢一場第11场咧。咁啊，教主嘅提供就係14号嘅超速啦，做膽啦，就拖1号嘅加州十大，2号嘅一定美麗，3号嘅保罗成全，同埋4号嘅心中有马。所以我的心水咧，第一場咧，我的心水就係攞12号天赐宝做膽啦，配腳就係1号嘅古浪顺风啦，3号顺意宝，4号进爵士，同6号宝艺新辉。所以教主第六場的心水就是攞2号超芳华做膽，配腳就是4号的湛江最醒，6号真感，7号仲德威，9号天衣无缝。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玉敏射马已经开卖，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美港天下。三上在这里就跟大家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 Board of Supervisors
of Los Angeles 嘅 building 出面咧，就有一個示威嘅，係反對 SB 五十七同 SB 五一九嘅。咁咧身邊咧我有位朋友啦，咁咧請問你叫咩名啊？我叫 Nancy Lee。李榮玲，我哋今日我見到今日有啲人喺度示威，我哋係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今次呢一個活動係點樣樣㗎？好啊，今日我哋嘅活動咧，本來係七月份嘅，但係Venice 嗰個魏善高知道可能我哋嘅遊行咁佢哋將佢提前到佢個 election 去六月十九號，所以我接到三藩市Law Association 咧要我哋今日做，所以變咗突然間咁少人咁樣我哋係代表同三藩市一齊代表大家，我哋草根民族嚟反對呢個 SB 五一九。SB 五十七咧，最後喺上個禮拜就drop 咗啦，因為喺我哋嘅反對聲之下就 drop 咗落去啦。所以我覺得我哋站出嚟反對係非常重要，不管嘅人多人少，要俾個政府同埋政府官員知道我哋關切我哋你呢啲惡法，唔可以俾佢出嚟擾亂我哋嘅社會。五一九嘅其實即係叫大麻合法化咧，叫 Daily drop， 咁咧係引許啲人隨時都可以去打呢啲毒品針，因為呢個毒品係上癮嘅，所以我哋唔可以俾佢喺呢個社會度出現。咁我哋要出嚟反對咯。咁樣樣，咁呢個SB 五十七啦，咁佢個內容係點樣樣嘅 ？SB 五十七佢係個 injection centre 啊 ，site 就係俾人哋去建呢個打針嘅中心，打毒品嘅中心。咁樣佢呢個狀況係，如果通過咧就非常危害嘅，因為譬如有個人其實佢係賣毒嘅，個車喺度有毒品，咁警察捉到佢，咁佢可以講話：哦，我唔係啊，我要而家去嗰個 injection site。咁咧意思話咧，就即係係喺側面允許咗嗰個大麻24小時都喺度運作啦。咁樣所以咧就唔通過咗，最後尾佢喺呢個committee health committee 嗰度就唔通過咗，就係通又經過，因為我哋個反對聲音浪潮好大，所以唔通過。我哋都算係幸運嘅咁樣。咁而家剩翻我哋要揮嗰個519 SB 519都是魏善高的 Scott Winner 的，这样样呢希望很大啦，所以我们要大家清醒，我们要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法案，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通知大家知道这个法案的危害性。咁嗰個 Scott Winner 今日有冇代表喺呢度接我哋啲信㗎？我哋其實呢個地方咧係協助三藩市嘅，三藩市有 DA 有 police department 嘅人係支持，即係反對呢個㗎。佢哋一個好大嘅遊行喺三藩市嘅 state building， 我哋呢個係佢哋嘅分支，所以人而家突然間 last minute 改提前時間，好多人改變唔到，大家都要工作噶嘛。咁我哋係代表 local 同三藩市一齊反對，我哋係小部分。係即係一個同步聲援嘅。同步聲援嘅，同步聲援嘅同三藩市。咁樣樣，咁呢、這個即係我見啦，你哋仲有反對其他 AB 101啊，仲有其他嘅係啊，一啲同埋 No Hate Education 就 CRT 咯，嗰個Critical Racism Therapy 嗰個係最危害千秋萬代嘅，如果改變咗個教育個理念，即係將嗰個階級仇恨啊放喺嗰個教育裡面，呢個係最危害嘅。呢個暫時仲喺度揮緊，仲冇咩有咩改變。但我哋每一次嘅遊行，我哋都會將佢放埋一齊嚟反對。係咁，阿威善高依家咁樣樣咧，佢係咪即係其實係做一個 sneaky 嘅動作咧？佢提前去非常 sneaky 動作，佢係知，所以我哋今次冇人嚟，我哋唔敢太早去宣傳，因為驚佢譬如佢知道我十一點，佢或者會十點就壓中我哋個陣，所以我哋咁樣，我哋係一個而且係突然間最後一個星期改變，變咗我哋唔夠膽大肆宣揚，但係我哋係代表所有人嘅心聲嘅。係明白啦。係咁，佢都即係大家都係即係有啲策略 going。係啦，我哋都有啲即係策略性嘅嘢發生緊。咁樣好啊，多謝你先啊 ，Nancy。唔該曬，多謝曬你哋出現。咁今日咧，我哋呢度目測咧就示威嘅人數唔算太多，我諗係十
至十五人左右，咁就但係呢一度咧就係、是、一個secondary 嘅 site 嚟嘅，就主要嗰個反對嘅地方就係喺三藩市嗰度嘅，咁就我哋呢度係洛杉磯南加州嘅一個同步聲援，係。Okay, now we are here with Mr. Moon. Yes. And Mr. Moon, you want to tell us why you're here? Well, I'm here. I'm actually here to later on today in Department 93 in the Stanley Moss Courthouse for an order based on the fact that a lot of these are attorneys and the former attorneys, which are judicial officers. First, I'd like to say all praise and glory to the Almighty Creator in the mighty name of Yahshua. And so I'm asking that the judge and Governor Newsom have President Joe Biden to, by executive order, give me a judgment of $7 billion against Satan and his government. There's a fund called the Judgment Fund that allows governments to pay, or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to pay judgments against governments. Like I said, I'll be there at 1:30 today in Department 93. If anybody wanna come down and have some fun, Satan, he doesn't get any victories today. So all these initiatives are good, but what's going on is our judicial system is ran by Satan. And so there's no reform. It's no justice. It's never going to be any peace. The Bible says that man will bring this earth to the brink of destruction, and then his kingdom shall come. So that's going to happen no matter what. So in the mean, in between times, all we can do is just get victories, current battles with Satan and his children of iniquity. So that's pretty much all I need to say. Praise God, and everybody, you know, get closer to the Father. Get into the Bible, get in the Word, and love the 11th commandment. Love unconditionally. Okay. Love your brother as you love yourself. Amen. And love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mind, soul, body, and spirit. Okay, amen. All right. And then you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B 91. Yes. What is the SB 91? Has to do with the SB 91 and the CARES Act is the eviction and rental moratoriums that are in force. Matter of fact, I think it's in force until June 30th, but they're probably going to extend it probably in maybe another year. But I have some judicial officers and some attorneys that are allowing my landlord to just carry on. This thing has been going on since April. And she said on the record, and I have transcripts and given it to the attorneys and to the judicial officers, that she knew that there was a moratorium in place, but they have not dismissed the case as of yet. But I venture that today, right after 1:30, it will be dismissed, and prayerfully, we'll work on this $7 billion judgment too. You're talking about $7 billion? $7 billion settlement. Yes. Well, actually, summary judgment, because they're gonna have to dismiss the case because she has no case. She shouldn't have brought the case. She actually spoke with a couple attorneys prior to doing it, and they told her don't, because it's against the law. But now we have these attorneys and the judicial officers, the judges, Joel Lofton in 93, the supervising judge in Department 1, David Julian Colin, and I filed a cross complaint, and if you can see, they're all a part of the cross complaint. Okay, so 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the law. They're not trying. They are. They are breaking the law. And then I actually sent Gavin Newsom a copy of this via fax yesterday and this morning. So hopefully he'll show up at the hearing, or have some representative show up, or he can show up by conference call, or by Zoom. You know, they have that set up now because of COVID. All right.
Well, thank you, Mr. Moon. Good luck to you. God bless you guys and have a great day. Thank you. Good luck to you. Yes. 咁我哋咧就本來咧就為咗即係呢個SB 519啊同SB 587嘅。咁SB 587同SB 519咧，係基本上嚟講係一種犯罪集團幫助犯罪集團成功犯罪搲銀嘅一個法案嚟嘅，惡法嚟嘅，係冇幫到人嘅。咁而家Lance 講咗啦，頭先而家要點樣？我哋今日呢三藩市嗰邊可能希望多啲人參與啦。咁呢度我哋呢度咧就人比較少啲嘅，咁可能翻工時間啦，主要係翻工時間啦，咁好多人都未必能夠參與到嘅。但係咧唔緊要，大家咧盡量去 share 去分享，俾我哋嘅議員知道，佢哋係唔應該過呢條法例嘅。咁好多謝大家收睇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美港天下。咁我哋而家呢個頻道已經開放翻啦，咁希望大家能夠可以去 share subscribe， 等我哋美港天下可以繼續營運落去啦。咁就三常有冇咩補充 ？OK， 咁好啦，咁好，記得幫手分享，多謝大家支持美港天下，拜拜。跟住之後仲有一個仔。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營運落去。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al Park 总店、盛记表分店特约赞助。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食乜？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快啲打电话嚟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边度送到边度。伟联律师事务所侦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bud 626-782-7738。虽然最近楼市同利率都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3%-5%，即是说买500,000屋最少是10,000元的头款，买800,000屋最少也是40,000元的头款就够了。所以头款不多不紧要，最紧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 pre-approval， 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同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ven 萧文龙，626-712-9092 712-9092。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何师傅，上集有人讲开爆二奶，
我人想問，好有興趣問你一樣嘢。其實唔係包二奶，都有兩個老婆唔係好混嘅，點解會又會分好唔好咧？所以咪睇翻本身個人食唔食到咯。即係你等同嗱包二三四奶都好，或者你揾六七條女，你搭一腳搭幾船，你做一個軍隊艦長都好。係。就假設你等同你一個人去走去食蒲飛，你個胃有幾大先？你本身個胃夠大嘅，你個食量夠嘅，你去鋪飛食係咪有着數先？咁你咪叫賺咗先，你抵咗嗰條數嘛？咁即係叫有運嘅咯。嗰叫有運啦。但如果你本身個胃係受到七彩嘅時候，你再加埋做埋縮胃手術，你走去食鋪飛，你係咪真係揾自己笨先？咁但我想問你啦，有啲人咧，好似阿黃生咁樣嗰啲咧，有四個老婆，咁佢係咪天生一定有個命咧？呢個所以天生咪話你固定咗個命，即係個人啦。如果喺我哋算命嚟講，或者玄學術就係、是一落地喊三聲，好醜命生嚟嘅你，因為你出世個時間就定咗你個人個八字，即係個出世時間出發點啊嘛。係啊，咁推咗 OK， 原來你係有咁嘅運，你有機會去食到咁多嘢，你有機會可以用咁多嘢。喂，咁你頭先嗱，你之前有講過啦，譬如唔好話氣唔氣糟糠啊，咁啊大火之後有二奶嗰啲咁啊嗰啲人啦嚇，咁你係咪因為你大火唔搞唔掂冇運行，你先揾到個二奶嘅啫係嘛？唔一定啊，有時係本身係你自己個人個心態，即係如果我哋再推落玄學上面有分咩身強身弱啊，嗰啲係代表，因為身強身弱定就代表你個人個能量性夠大。夠多能量定係唔夠能量？能量升就升能量，即係升能量。都包括啦，其實一樣。即係其實你，譬如你個好健康嘅人啦，好強壯嘅人，你如果你唔喐，或者成日你個體質需要成日做運動時候，你唔做運動，你個人一成日坐喺度，唔知想點咯。咁所以你要不停要喐，不停做嘢，先令你身先令你舒服啊。即係我就應該一個即係多人運動 OK 嘅。多人係啦，即係如果你本身個命格係話咩，你係一個好動會有症嘅人，你叫嗰條友坐喺度，佢真係死俾你睇嘅。咁反而你叫佢做多啲嘢，你佢跑嚟跑去做多啲運動，佢反而好舒服噶，佢 enjoy 噶。咁如果你個人本身係好靜嘅，係好內向嘅，你叫佢跑多兩步，佢真係睬你都有味。佢叫佢跑步係一個好辛苦嘅事。哦，咁即係咪係咪即係咁講話啦？我假設即係最好講啊，包二奶啦。即係你有小二小三啲，其實呢個你本身係個命有係有，你冇冇有就有，冇就冇，然後就再睇翻你嗰樣嘢係咪適合你，即係攞我哋。算命有咩所謂喜用啊？即係你需要邊個五行，所以代表你需要某樣嘢，你需要財嘅，咁可能係女性女朋友特別對你有幫助。咁你因為你需要性交轉運，性交係轉運。哦 ，OK， 哦，即係性交轉運，佢哋呃你嗰啲係嘛？嗰啲係呃蝦條嘅。一定呃蝦條，尤其嗰啲乜鬼嘢道士啊，或者有啲我聽過嚇，直頭香港有個或者基督教徒話識幫人睇觸覺通靈嘅，跟住又開幫人性交轉運嗰啲，擺明係呃你嘅。即係呃你嘅咁做？有啊，香港有，我都兩日前我先，唔係兩日前兩日前我先睇翻，原來有單咁嘅發生嘅。我以為你俾人呃添。我冇。我以為性交轉運多數係嗰啲咩風水啊，嗰啲道士啊，即係正面心。基督徒真係驅魔㗎嗰啲，即係佢話佢自己，所以我一聽到性交轉運其實係真係，除非你係印度。嗰啲聖樂派瑜伽啦，咁佢有用呢樣健身。咁如果一係就去到密宗藏傳佛教，咁佢哋都有嘅，但不過係雙修另外一回事。咁一般基本如果你撇除兩個，同埋一個黑魔法，因為我聽過有黑魔法嘅做用性行為去轉借力量都有，因為佢取意就係當你去到高潮嘅時候，咁你個境界性高潮嗰刻，佢哋叫涅槃啦，或者用嗰個去達到同嘗試同。靈界神嘅接觸嗰個環境區域啫，講嘅咋？但不過係咪真係有咧？其實冇人知，因為我冇收過嗰種證據。但不過以我所知，所謂嘅乜鬼嘅道教嘅證據咧，係講咧健強身健體，因為嗰個咧係出自黃帝。你講性交強身健體咧？係因為佢真係，即係嗰個其實真係一個運動嚟。即係運動，你查書都查到，你 Google search 都 search 到，你唔信你自己走圖書館。嗰、那個咧就叫做《黃帝內經》嘅房中術。即係幫嘢係好運動嚟㗎，係純粹一個運動。但問題就係、是，如果太多就唔好啦，係嘛？哦，咁如果你個人身體夠強嘅，你 handle 得到嘅，你六七個都冇問題啲。嗱，咁有個問題啦，就點樣？即係你點樣可以 keep 到呢個好運咧？好運就即係除咗呢啲啦，因為你話好運咧，你又先有啲天生。但係佢有冇可以 keep 住佢咧？嗱，所以話你 keep 所謂 keep 就係你要先知道咗你天生係啲咩時候，然後你再用後天力量去創造改變。哦，即係。好似譬如，例如咧後天力量，嗱後即係譬如先天啊講緊財運啦，如果好運嘅財運咁啊，一定係有錢啦，賺下錢。咁如果你知道咗你有財運啦，咁問題係你個選擇
哎，我有場位，我走去日日放賭場，Las Vegas 賭錢先。咁你肯定就醒硬嘅。咁就算你幾萬都，你都變破財，因為你賭入賭場賭錢，你一定話，哎，本住我，因為我有錢賺，我就去賭場賺。咁你入出賭入得賭場十九個九片㗎啦。係啊係啊。咁你所以咪變咗你咪蝕錢多過咩先？但不過如果你係話，哦，我知道我有財運，然後我去發奮圖強，我去做生意，我去讀考多啲license，做多啲 backup 我自己，然後都幫我自己有能力升職、跳槽、增加自己嘅能力嘅時候，咁我咪變咗我背上我已經知道財運，而我有呢啲我嘅後天嘅力量，有 license 有 keep 牌去 support 咗我自己，然後我再用嗰樣嘢去揾錢，咁我哋玄學上叫食相生財啦。咁你咪錢揾錢咪變越揾越大啊！咁咪變咗你咪享有財運嘅時候做多個好嘅嘢，然後財運越揾越多。Okay.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後天嘅努力，即係都要即係後天嘅發掘嘅嘢。所以我哋計係計先天，然後我哋話俾你聽，你先係咁樣，咁你後天做唔做你嘅事，我哋唔敢擔保啲嘢。即係先天你個運喺度，但係明唔明聽到咧，係你自己啦，你自己啦。啊 ，OK， 好啊，咁今日多謝阿黃師傅又我嚟解釋一下先天嘅命運啦，下一集再同你講下點樣 keep 住好運 ，keep 住好運，好。